点歌啊。大家来到992，然后喜欢小娜可以点点我的关注，如果想做场控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面的场控老师。有些话宝贝可以送送鲜花。肚脐上面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创口贴。现在不是不要露肚脐吗？就只能先给它封上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下一次就是再有个什么严打，然后就是要求主播不能露脸的话可怎么办？我们就都戴口罩直播了。啊，咱们跳一下第二个舞啊。
脖子落枕了，刚才动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头都要掉了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，喜欢娜娜记得点点直播通知，想在场控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的黄马老师。啊，还有最后一个五的时间，手机宝贝可以点击一下，咱们左上角有一颗桃心啊，有桃心的宝贝可以把那个桃心帮小爱给点亮。最后一个歌我们跳一个神曲吧我个人可能是挺喜欢这首歌的，不过我估计游客可能会不太喜欢，太暴力了，对吧。
九点，欢迎你们。好，喜欢小娜可以点点我的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桃心，如果想用场控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的黄马老师。对，九点二长期招收各种给力场控。想听歌的朋友呢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接下来的时间平安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。我这个时间段的接档主播，我叫卡朗娜，马上就要到我的下麦时间了，很高兴认识所有的新朋友。然后鲜花宝贝可以给小阿松最后一波鲜花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 QQ 哥，拜拜。